迎收听最新期的《加里奥的 Excess》节目，我是四少。大家好，我是西总波。大家好，我是龙马。大家好，我是铁道。对，哎，之前咱们预告过啊，这是一期生化的节目。哎，我是当生化节目这么准备的。是啊，对。然后呢，做着做着呢，就是是这样啊，就是这期节目先跟大家说啊，就是完全在跟《生化危机二》重置没有关系啊。好啊，内容本身没有关系。就是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呢，也是在完全没有玩过它的前提下，嗯，然后确实我本人已经玩过一部了，对，但是内容跟其实游戏玩这事本身没什么关系啊，嗯，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就是压力，不用怕剧透，也不用怕说像四战我没玩过上一集，完全没关系啊，哎，也不用记人名，也不是故事，好，嗯，啊，然后就是也不用怕那个主持人什么中学生物不及格啊，说什么生细胞壁细胞膜都不用怕这个啊，这都没有。圆桌节目是吧？对，然后我就当时组织时候就想了，说既然咱们聊什么，咱之前两期不是录过两期这个 story 的节目，对，啊，讲这个安布雷拉生化剧情的这些事儿，嗯，反正大家还挺捧场，反响还不错。那是，啊，对，所以开始策划的时候呢，我也想说那继续讲讲这个剧情啊，什么故事什么的。但是说，嗯，生化这个系列有个特点就是设定很多，嗯，但其实故事没什么那么多的故事。哎，咱们前两期其实基本上已经把这个游戏的大部分就是背景故事东西设定上的设定背景故事都讲差不多了，嗯，对，而且呢，我想就是这次咱们《生化二》不是一个重置嘛，然后我采访制作人他也说了，会把很多新的这个老的剧情重新演绎啊什么的，而且《生化二》是一个就是现代生化危机有这样的故事，完全《生化二》起源嘛，对对吧？所以就是咱们《生化二》出来之后，咱们也许可以录一个更故事一点的节目，可以更有的聊，哎，嗯，所以这个故事这个就被我否定了。先不聊故事，那聊聊什么游戏制作？刚才雪豆也说了，嗯，聊聊什么第四开发部啊，嗯啊，什么幕后故事，什么生化一点五、生化二点、生化三点五、生化三点二五，这么复杂？对，独占砍头啊，什么这些，反正我觉得大家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嗯。网上好多这种东西是。就是，而且咱们站内就有，最近还有人写，嗯，所以咱们新 APP 不上线了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咱们新的这个搜索功能，嗯，我觉得很容易可以找到这些内容啊。对，嗯，而且我觉得这些内容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那个国外的资料来的，哦，就讲来讲去吧，都是那些，还是这些。对，其实我自己觉得没啥大意思啊。而且你看现在情况也不同了，很多这个大神仙不也都来中国了吗？对，来核聚变了。嗯，我觉得这种事以后莫不如就问本人。对，你什么意思？咱就牛逼了，别在这儿这老翻来覆去说以前那些老黄历，而且好多都是错的。嗯，对，先多哥有些都是发过两篇文章，专门这个辟谣一些咱们中国游戏媒体一些这个误导啊。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也不想说。嗯，然后之前四十二不是出了一个新的这个节目形式嘛，就是，这个游戏速写，速写，对啊，但是这个生化这个我就不速写了，啊，我决定想，我也想到一个游戏的新形式 啊，就叫纯粹狂吹一款游戏啊，行，哎，这么爽了，对，就是实际上就是以我这个反正本人三十多岁玩了二十多年游戏的这一个经历 啊，你都三十多了，对，啊，看不出来吧？啊，对，啊哎，对，然后就是想。就是非常纯粹的聊一聊，为什么在我心里哈，觉得它是一个就是《生化危机》这个游戏，尤其是一代，嗯，为什么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地位？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普通玩家比较忽视，嗯，或者就是有一点被低估了这样的，它有一个历史的影响力在。没 get 到它那个，这个是我今天想说的一个主要的点。好，然后呢，对，所以就这样几个前提先给大家那个交代一下。首先，这是完全个人的一个节目，是，啊，并不是说要说史啊，要不要立说啊，不是这样的，不是创什么理论啊，完全就如果你有同感，可以交流一下啊，如果你有完全不同的意见，也欢迎交流一下。这样，第二呢，就是这期的主题呢，并不是就是客观材料组织给你讲一讲历史上的事儿，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基于这些客观材料，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嗯，就是一个很交流性质很重的这样一期节目，所以我们分在 EA 这里，因为之前可能没有录过这样的节目，啊，这我整个这个节目内容里带有一些划分啊、归类啊，就给一些东西定性，这些东西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啊，就是也不是说非要去给这些东西定性，就是从感受到观点，对，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很多观点呢，可能是以大多数的主流认知为主，嗯，因为很多事情都有特例嘛。是，当我说到给我说什么什么一类，或者是这些大面上的事情的时候呢，如果你非要去杠某些特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咱们也没什么意思，聊不了，大家就是交流看法为主啊。哎，然后还有呢，就是大部分观点如果不特殊说明的话，在这个日本主机游戏这个语境之下，就是我说它的影响啊什么的啊，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有可能东西方市场是有一些早期有一些这个地域上的很大的世界上的这个隔阂吧啊，生化危机其实这个话题在这个节目里，其实我后来发现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说明这个事儿，我要说很多别的事儿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这期节目应该是这个机核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期厚颜无耻的一个节目，就是一个人坐着这个瞎逼白活的这么一个节目啊，太爽了。对，大家可以这个
看个乐啊，看看到底这个会录成什么样。年底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期的数据。对，反正我是就是豁出去了啊，为了生化危机，对，可以爆言了，开始了啊。对，哎，就是大家不都说我喜欢爆言嘛，啊，我就爆言一期节目给你看看，哎。这个话题刚才我说了，就是详细说说为什么生化危机很牛逼啊，这是今天的主题啊。为什么三上真司在我心里，我就心里觉得他很牛逼。哎，这个事儿说来话长啊，为了说清楚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要从这个主机游戏的诞生说起。哎呦，太早了吧，拔高了。对，哎，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任天堂的 FC 算是这个现代主机游戏的这个开始吧。是是，我个人对这个主机游戏这一块有一个不是很严谨的时间划分啊，大家且听一下。好，嗯，就是在 FC 之前呢，我认为算是这个主机游戏的一个古代，嗯，上古时代啊，它和其实和现代的游戏已经完全没什么关系了，是的，就雅达利那个时代的东西。从 FC 83年诞生开始，一直到大概2000年左右，就是这中间有 FC、MD、PC、ESFC， 一直到 PlayStation 那个战国时代初代啊，这个时代为止，我认为我给它起了个名叫近代游戏。嗯，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和咱们中国这个近代史是民国那个时间点感觉差不多。就这个时间段的游戏呢，和现代游戏是有渊源的，对，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哎，包括这个当时那个时期的这个游戏和主流的商业游戏，和现在在就是各方面啊，比如说感官体验啊，产品研发的规模和模式，嗯，流行趋势，用户对于游戏什么叫好游戏这个认知，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的，就简单来说，有这么一个就是佐证的例子，大家可以这个想象看对不对，嗯，就是在现在不是喜欢重置吗？对，就是你把画面只是单纯 HD， 嗯，就拿出来卖的游戏，直到 PS2 这时代为止，没错，对，再往前不行，对，是，再往前弄不了啊。是，嗯，而且呢，就是很多现在怎么说，已经见不到游戏类型，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主流的。是的，啊，那个时代其实是2D 啊，包括2D 和 3D 共存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时代。举些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现在已经不太常见的这个古早类的游戏类型，嗯，就是比如说 STG， 嗯，对啊，射击游戏，然后平台跳跃游戏，嗯，那现在虽然说这几年火，但其实它是在独立游戏那一块一个复古的游戏，没错，对。然后比如说当年有非常多的这个文字 AVG 游戏，还有点击解谜这些，对，现在已经基本跑到移动平台上去了，对。然后还有这个《勇者斗恶龙》为诞生为起点的这个回合制 RPG， 在现在其实已经不太多了，非常少。边缘类型，它现在即使是个风潮，也其实也是以这种复古或者说一种其他的名义。它既然叫复古，哎，就是因为它古，对，所以才叫复古嘛，对啊，对。还有就是这个，当主机上有一阵子非常流行这个战棋游戏，哎，现在也不是特别多了，是这样，也开始往手机上跑。对，然后还有一大类就是这个各种类型的这个带有平台跳跃要素的 2D 动作游戏，是的，所谓的就是转轴过关，嗯，能想着魂斗罗，对，嗯，包括火枪英雄这种。嗯，还有这个卡普空系的这个快打旋风这一系的，嗯，就是这个有一点简单的成长要素，对，拳拳到肉这个街机这一派的啊，嗯，对，是，就是这类游戏其实在现在有一阵是曾经是主流啊，嗯，现在就已经很少能见到了嘛，是的，嗯，对。然后从就是 DC 开始吧，这个时代就是 PS2，嗯，然后 Xbox 这个时代开始，嗯，我把它就是我觉得是现代游戏了，嗯，大概就是从2000年之后，之前是80年代初到2000年这十几年，嗯，不到20年，嗯，然后从2000年之后到现在，它2019年嘛，大概这20年算是咱们现代的游戏了。嗯，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现在大家玩的这些游戏啊，都基本上是在这个时代诞生，就现在还活跃的 IP 啊，是活跃的类型，比如说，3D 冒险游戏，嗯，然后开放世界 RPG， 嗯，然后 FPS。对，然后3D 动作游戏是就基本都是在 PS2 之后这个才诞生的，没错，对，你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今年这个 TGA 上，嗯，几个就是争夺年度游戏的几个 IP 啊，嗯，怪猎，嗯，是在 PS2 上诞生的，没错，然后大镖客是 PS3 上才有，就是到那个那个时代才有，然后战神 PS2 上诞生的，嗯，然后刺客信条 PS2 时代诞生的，是，对，就是只有那个时代诞生的新 IP 到现在还能，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老的游戏形态，然后在那个时间段成功转型成现代游戏，对，嗯，就最典型就是任天堂的马里奥和塞尔达这些游戏，对，塞尔达在 N64 之后，其实就是整个 3D 的一个呈现，变成把游戏全给变了，嗯，是，对，然后今年还没出的这些大家期待的游戏，《王国之心》啊，嗯，《鬼泣》啊，嗯，《只狼》其实是魂系列嘛，是，都符合这个特点，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能常玩到最主流的那些游戏，其实是在这个时代之后了，我们能理解的范式诞生在这个时候，是的啊，反正就是一个大面的区分，是，但你非要强，你要矫情，你说 PS 上就有彩虹六号，对，那是有，是，而且我觉得做的还不错，但是这个什么事都有特例吧，像刚才说的，这是大面上的划分啊，嗯，对，比如说洛克人现在也在出，今年这个选组洛克人，而且还入选了这个年度动作游戏，那我觉得这个特例总是有的啊，大家就不要杠这个东西，嗯，所以这个就是近代和现代大概有这么一个划分啊，这个也是为了方便我一会儿说的时候说到的，我说什么近代游戏现代游戏的时候呢，嗯，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是哪一个时间点啊，就这样，嗯，然后呢，就是第一个爆言啊，在这儿了啊，就是现场咱们你们有不服的，咱们去现场就可以干啊，就是，不敢，就是我说的啊，《生化危机4》是现代 TPS 的开端啊，
对，因为基本没啥毛病。对，现代这一块咱先说，因为我可能主要讲讲刚才我说的近代那一部分。为什么？那生化危机属于那个年代的游戏嘛。嗯啊，所以生化危机四呢是 NGC 的第一版，是05年的1月。哎，这台机器是06年11月，差了一年多。但我不是说这个就非得说学了生化危机或怎么的，但毕竟是谁早是在前嘛，这事儿就是那么回事儿。对，而且其实。它有很多范式确实成为了 TPS 的一个就是标准和定义吧，因为在它之前就是没有这样的类型。说什么叫 TPS 啊，这个我得先咱们可以论到论到，就是我觉得有这么几个主要现代 TPS 这个定义有几个要素，首先得是 3D 的。嗯，那你说魂斗罗是 TPS， 这个其实原则上也没毛病，是第二关是吧，对，首先它得是 3D 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它有一个视角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是一个第三人称在背我们所谓的月间，但它可能更远一点也可以，对，就是一个半身嘛，对，这个对半身视角吧，啊，这样一个。然后第三呢，一个特点就是要以射击为核心玩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在《生化危机4》之前，确实已经有类似视角，比如说《古墓丽影》，是它是有射击要素的，对吧？但是它其实射击并不是它一个很核心的玩法。对，其实包括以前二 D 的很多，包括街机游戏，它视角是这样，但是在从操作模式上来说，其实并不符合刚才龙马说的这些特征吧。是，对，反正其实不管是欧美还是咱们东方这边，基本上就是往回倒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公认的，就是现代大家能想到最早的这种以射击为核心的这种3D 的啊，TPS 游戏，其实确实是生化危机四。对，但其实生化危机四，我觉得这个意义也就这样了。嗯，是，那这就更爆炸了。对，但能开创一个类型，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生化危机一代，三十人四当时做生化危机一代，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要高于这儿，咱们就往后说这个事儿。所以说早先这个事儿，我要就是要说清楚这个《生化危机一》为什么很有意义呢？我就可能要举几个例子，大概说那个来就是理解一下我说的这个意义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啊？我的历史上有很多就是这样就超出了创造游戏类型以上的这个等级的历史意义的游戏啊，比如说第一个要说说这个1985年的《超级马里奥兄弟》。哎啊，是是的，对。这个游戏意义大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就个人觉得，它就从它开始才有主机游戏，在它之前都不算啊。就是从它开始 ，FC 才真正这个时代开始。嗯，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这个游戏的这之前的这个它发售，它是85年发售嘛，对，FC 是83年。嗯，在它之前的这个一年多里 ，FC 上发售的游戏基本上都是街机或者其他平台的移植游戏。对，因为事实上当时的这个 FC 作为主机推出的时候，包括其他厂家也在推出，世嘉当时也在做主机，就是。能够不花钱在家里玩需要投币的街机游戏，就是主机游戏的一个最大的卖点。就是在商店里，这个他会这么跟顾客说的，就这你可以在家里玩投币，在家里玩铁板阵，在家里玩吃豆人，这是他宣传的一个最大的卖点。对，这个马里奥是1985年9月13日，在这个游戏发售之前，我查了一下 ，FC 上一共推出过65款游戏，其中原创游戏只有21款，其他44款就超过2/3，都是各平台移植，其中以街机游戏为主。这里边的移植游戏呢，比如说大金刚，然后铁板阵、吃豆人、大蜜蜂、小蜜蜂这些游戏啊。而且南梦宫这个可以说一下，就是他在早有日本游戏厂早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老大哥的这个地位。对，除了几家做硬件的这个厂商以外，就是南梦宫是一个大哥领头人。对，他是第三方里最就是真正的大哥，而且他有街机的技术，有很多这个非常厉害的 IP 在手里啊。太空侵略者嘛，就是他们的。对，这个之后咱们有如果能提到的话，有以后再说。嗯，然后在这个21款 FC 原创游戏当中啊，有3款光枪游戏，打鸭子。然后警戒射击，然后就警察那个，就是本质上还是吉布牛野，对，就是机体。对，两个那个天堂那个 robot 那个配套软件，大家看那个这个喷神那个介绍是，还有两个 FC 上当时那个键盘套装的那个 basic 编程工具啊，这7个出去了吧？还剩14个，14个里头有桌面游戏，2个麻将，1个象棋，1个五子棋，1个弹珠台，还剩那个五子棋我可爱玩了，对，还剩9个，这9个里。一大部分是体育游戏，足球、棒球、网球、高尔夫、F1、越野摩托车。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在这一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里，唯一就是真正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游戏作品只有3款。分别是敲冰块。兄弟。所以这个游戏在任天堂有很高的地位，这是他们是发挥游戏创意很早的一个游戏。对。还有这个街头小子，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玩不玩过，是一个在街头就是打架的，非常揣肚子那个，非常一个简陋的流氓打架游戏，可以理解，非常怎么说，这是他在日本和北美发售的时候都是 FC 的首发游戏，是打一个坏人推一个街区那个，对，推一栋楼那个掉坑里，最后把他打到那个马葫芦里，对，这么游戏。
还有游戏呢叫恶魔世界啊，这个游戏如果再出在今天的话呢，估计任天堂会因为他抄袭石头人而被骂死，对。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类似于石头人的游戏，然后你控制一个类似于耀西的一个小恐龙，然后这个手拿着这个十字架还是这个圣经啊一类各种这个圣物，然后去这个打败那些要吃一边吃豆一边这个打败一些这个长得像小浪一样的这个恶魔小恶魔，特别像小浪，就是颜色不一样，一个一个眼睛，然后像小云彩似的，那个小浪那个样子啊。反正就是，如果出在今天的话，这个就完了，就在地上了。对，也算是任天堂早期的污点之一啊，很明显的抄袭政治的游戏。那么就是，首先就说这些以外，大家知道这个超级马里奥兄弟这个游戏，其实是它不光是它创造类型也好什么的，它其实是打开了那个时代就是游戏开发的就设计者的一个思路。哎，包括在它发售之后，因为游戏开发需要这个就是创意需要这个一定周期嘛，对，就开发需要周期。其实它发售之后的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还都是一直在一直接机这些东西。对，是。直到这个大家消化这个东西之后，开始打开思路之后，是的，就是它是其实真正一款完全为主机设计的一款游戏。之前那些所谓街机游戏有个特点，就是大概一关三分钟，因为它是一个三分钟游戏。之前跟林无玉聊的时候，他提过，什么叫街机游戏？就是三分钟游戏，平均每个人投一次币玩三分钟的游戏。对，有的人厉害玩十分钟，有的人不厉害玩一分钟，平均下来大概三分钟，这是他能就是有这个东西盈利的一个好的吃币基础。所以他移植到主机之后呢，那个比如说影子传说，就大概就是一个特点，就是两三分钟一关，对，大概有个那么三五关，再玩就重复了，没什么正经剧情。对，有一个熟练的人如果能通关，大概十几分钟，大概差不多就通关了，也很厉害。就这样一个游戏内容，但是马里奥开始就不是这样的，它完全为主机单独设计很长的流程，包括有那种非线性的这个关卡的这种走势啊，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它开启了一个时代嘛，对，这是它第一个意义啊，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是没有它可能就没有后来主机游戏。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只要说就是马里奥创造了跳跃这个东西，这个实在太牛逼了，而且他穷尽了，感觉穷尽了跳跃这个玩。对，就是咱我就说结果啊，就到现在产生一个什么重要的这个历史影响，就是大家玩家现在有一种惯性，包括我自己，就是无论什么类型，只要玩家能操作的这个角色，它不是一个飞机、大炮什么的，就它是一个人，或者是生物，或者是类生物，或者是泛生物，或者机器人都包括在内。就如果它不能跳啊，难受死，你会觉得难受，就会有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跳？就觉得它少点什么，对，哎，而且还产生了一些，就是很多游戏明明跟跳也没关系，还得有。他也加了跳，对，尤其是很多这个 RPG 类的游戏，是啊，他主角还能跳啊，比如说最新的这个 DQ 十一，主角都跳，完全没有任何错，跳挺高，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制作这个做游戏的人没等玩家难受的，做游戏的人不能跳，做到游戏的人他都受不了，是，所以这个事儿，这个跳跃这个事儿，而且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只要是动作游戏的设计，基本还没有超出完全能摆脱跳跃这个事儿，没错，这从一点我今年觉得战神很了不起的一点。啊，没有跳，他没跳，我也没觉得难受。哎，是，就是他真的完全就是摆脱了这个从马里奥那个时代打下的，就是动起来的人一定要跳起来这个特点。就我站在地上，用我自己的好好动关卡设计啊，敌人设计啊，就是你不用跳。这但不能说他就是有多么就真的超出这个这个怎么说？这个老祖宗这个想这个创造，基本上跳出了一个框架。但那西亚确实，我觉得有一些自己的东西了，而且是不是跳得都高，比自己脑袋还高啊？因为战神以前能跳的，好多人在网上做视频还吐槽，说为什么现在那个战神老了，这奎爷老了之后，你跳都跳不起来了。大家网上疯狂吐槽，是。但我觉得设计上还是有想法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之前我写过文章的这个 DQ， 我觉得这个它也有特殊的，是的，意义。因为从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马里奥之后嘛，就是当然就是这个日本那边做游戏，其实还是这个以动作游戏为主，就各种各样的射击啊，动作游戏。其实 DQ 它不仅仅是就是，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以前咱们长辈说咱们玩游戏都叫打游戏，对，就是说哎，对，不要不要不要打游戏，包括那个南方的打机啊，对对，不要打机，这其实这背景就是说明当时主机游戏就是以那种激烈的射击游戏或者对抗游戏为主，包括中国玩家是什么老四强嘛，老四强可没有说都是打游戏，是对 DQ 这个所谓横空出世嘛，就是它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主机上可以有慢节奏的以叙事为主的文字类游戏，是的，这个就很重要，就是它改变了这个，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主机这个，就是这个作为一个产品在这个民众当中的这个印象，它原来是个儿童玩具这样一个印象，它变成了哎，以前说 RPG 游戏都是在 PC 上才有，对，都是就是成年人才能玩得明白，哎，然后这个 DQ 就证明说，哎，我们主机上可以有这样的东西啊，虽然说它创造的是 RPG， 但其实我觉得跟后来的这个战棋类游戏，什么火纹。都有关系，战略游戏就是哎 ，DQ 成功了，大家才知道说我们能做这样的游戏，扩展边界的游戏，对这个影响很重要。
包括这个之前我在写 Discord 文章里也说过，就是他还开创了日式奇幻这么个玩意儿。对对 对, 对，虽然日本人确实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咱们日本以外的人知道日本人做奇幻是非常 有特点的，是因为他早于小说领域的这个罗德岛战记和漫画的天空传奇。嗯，但是我不是说那俩就非常是跟他有什么继承关系，这个应该是没有。嗯，但是毕竟还让咱说话，毕竟他最早嘛，早是，对，所以时间上肯定是 DQ 最早。然后呢，在 DQ 之前的日本人确实已经玩桌游了。但是他们玩桌游也是就是 D&D 那一套，就是还是跟玩着美国人的东西，所以从 DQ 开始日本人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个奇幻设计风格，影响现在的所有这个二次元类所谓 ACG 类的东西。而且客观的说 DQ 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桌游范式 RPG 范式的电子化，它做得非常成功，而且非常早，甚至可以说比西方成功的早。对，所以可能很多这层面的意义啊，并不是那个制作者本身有意为之，这个东西都是历史上的这个，是后来我们往前看吧。但确实是它就位置就在那儿啊，这个很有意思。对，所以这个 DQ 这个事儿也算是开创了，不仅就超过开创类型的这个意义，嗯，我觉得相信很多大家也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啊。嗯，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塞尔达传说，也是诞生在86年啊，哎，我出生的那一年。哎，对，对，而且我想说塞尔达传说这个呢，就是它可能不是一款游戏，是塞尔达这个系列，我觉得有特殊的意义。是，但是这个是可能个人观点啊，这个事儿，因为它不仅仅开创的是一个 ARPG 的范式，就是我觉得它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到现在为止整个游戏行业都没有跳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箱庭式关卡设计。嗯，对，就是从塞尔达这开始。对对，今天有一个这个出现度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儿啊，然后独立游戏非常热衷的一个类型叫做 Metroidvania。哎，对，但虽然它名字叫 Metroidvania， 但其实我觉得它的源头其实就是塞尔达传说，箱庭式的关卡设计。对，其实它只不过就是这个维度，你是从。横向卷轴的 啊，还变成了这个是塞尔达那种这个俯视俯视视角，但是它其实设计思路是一样的，就是给你放在一个你可以在这范围内一个箱子里，你可以自由移动，嗯，一个自由选择路线的这样一个游戏方式下，嗯，然后他把这个通过这个小箱子里摆设一些怎么说设计一些。机关道具，机关道具流程，敌人什么，最起码让你在这里反复的走，嗯，然后就这样一个关卡设计。包括刚才说的战神，它虽然还是这一套，嗯，到今天的游戏还是这一套啊，嗯。然后开图是吧？啊，对啊，就是，实际上它的这个一会儿我们说到《生化危机》啊，也是这样的游戏，对，嗯，非常明显。嗯，对，我跟制作人也聊过，就是我们就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啊，嗯，就《生化危机》是一个 Metroidvania 啊，可以啊，嗯，对，这是制作人亲口说的啊。嗯，对，我以后我有时间跟这个三上真司求证一下啊。有机会的话，看看是不是这个创就是最早的这个制作人也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哎，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说，我认为《生化危机》和《塞尔达传说》是一脉相承的。嗯，牛逼！听到这里，很多观众一定觉得你说你妈呢？对，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啊，就是除去这个五和六这个，咱五和六一会儿说，就是《生化零》、一、二、三、四，包括最新的七，嗯，就是抛去那个题材，就是在关卡组织上，就是一个就是立体版的《麦手威尼》。嗯，对。然后游戏的核心呢，探索。成长，嗯，路线规划，嗯，资源管理，嗯，哦，是的，就是这点东西，对，对，就是给你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你找吧，你慢慢你会找一些更强大的武器，嗯，或者升级也好，什么也好，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让自己变强，嗯，拿到新的能力，然后或者就是有的或者道具，生化里体验可能是一些钥匙什么的，哎，但是可能你去到麦瑟维尼亚，可能我会了二段跳，啊，会了一些什么高飞，啊，什么这些技能，啊，然后你可以去到新的场景，然后又获得新的。能力，然后再去到新的场景，哦，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还绕回来，循环式的那个体验，对，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箱庭式的一个关卡设计。对，嗯，而事实上，如果你玩了五和六，你会发现在某个局部上，五和六依然有这个影子。对，就他虽然说他想做一个这个大片式的线性的流程，嗯，但是在每个线性的一个节点上，就是小分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设计思路，因为不这么做，日本人不会做游戏。是，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没错。对，包括生化危机在叙事上，生化危机不是通过喜欢这种散落的文件交代这个游戏故事，这个也是箱庭游戏，对，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叙事方式，对，而且也是这个最符，就是现在我觉得在游戏领域创作的最游戏的一种叙事方式。这个东西在小说啊，当然有部分小非奇特的小说有这样的叙事方法的，但很少见，电影里也很少见，对，啊，就游戏里就是我把这些东西非线性的摆在一个东西，你自己去找，你随便先看哪个都行，用交互去启动，对，用交互最后能讲出一个故事来，这个是跟着这个关卡设计这一块所产生的一个游戏叙事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一直我非常反对这个不太了解主机游戏的人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魂系列啊是日本游戏向西方游戏学习的一个成功典型，简直是放你妈的臭屁啊，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非常可笑。就是魂系列的美术上呢，基本上算是延续了这个就是 FS 公司传统的这个黑暗写实风格。魂并不是一个，就是他是不是学西方啊？对，他们家那个就是那个风格，是，而且他那个风格其实也跟西方风格并不太一样。大家去玩玩这个巫师啊、龙腾世纪啊，就西方的就知道那个黑神蚕不是那个黑神蚕。对对，就是而且他那个写实吧，和那个西方那个写实风格吧，虽然都是
非卡通风格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区别的。嗯，对啊，不是一个路子。对，而且玩法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不能再典型的，就是三 D 的《麦收维尼亚》黑魂嘛，完全就是这个。我一直说这个。对，对，所以我觉得《黑魂》这个游戏就是不仅不是学欧美啊，就是它身上是一个完全毫无欧美影响的一个，就是最坚持做自己东西的日本游戏的典范啊。哎，所以说它学欧美，我觉得这事儿非常可笑。嗯，它只是文化环境上，比如说有些北欧神话的东西什么这些，只是有这些元素。对，就是它在游戏设计上非常日本。那你圣斗士是不是学西方啊？对，是。就他学了那些什么西方的神话东西，拿下来做的还是日本人那一套，是这个轮回说呀，什么这个生与死啊，这个对对。欧美人说北欧神话的时候可不说这个，对对吧？啊，还有就是这个在塞尔达这个直接说的一点，就是在这个游戏整个游戏历史进程这个进化过程中啊，这个就是随着游戏容量的增加啊，什么二 D 到三 D 啊，这每个转变的节点上，很神奇的是这个塞尔达传说系列一直是这个所谓箱庭式关卡设计的标杆式作品典范，就它没有因为时代的这个更迭吧，更迭把这个就它留在历史中了，每次都是站在浪潮尖上。对，就在任何一个时代，你说出这样的一个关卡设计的顶峰，永远会提到塞尔达系列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说这个系列非常伟大的一个地方，包括最新的旷野之息。对，是，简直我觉得这个游戏简直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再次开天辟地，就是这个这老祖宗出来上了一堂公开课。对，就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说的开放世界，告诉你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就是一个更大的箱庭游戏设计。对，你还是按照老的那个游戏设计方式。对，没错，像极迷姆图类。对，说到这个，就是那个，因为我印象中有一个很有开创性的欧美的题材，然后被时代超过了，就是 Fable。嗯啊，你看之前我刚才说那个 DQ， 可能我刚才之前说 DQ 那个。表述不是很好，就是说的有点含糊。其实是我说 DQ 是比较早的实现了在主机上降低维度把这个 RPG 做的轻，是是，因为在同期其实那个时候在那个各式各样的个人电脑上可能还没有 PC 上，很多这个 RPG 的就是 TRPG 的电子化不是在欧美其实已经做得很好，相对已经更复杂，但是那个就是有很大的很高的门槛、嗯、我一直觉得欧美 RPG 最好的一个主机化的设计范式是 Fable、嗯、Fable 一很、嗯、也很有开创，就是很有它的开创性，包括它 RPG 化、嗯，但是它这个三，就这个系列就是一步一步的，明显就是它跟不上那个，包括当时的那个三 D 化带来的时代更迭，然后它游戏设计的那个理念都有点跟不上。就当时你会觉得三还是非常的二代，对啊。但是你看三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对 RPG 的要求就变高了，对，已经不是那样了，是的，它就渐渐的沉寂下来。对，所以这个游戏技术的更迭，之前我们也聊到，就是很多在超任那个时代，在日本还在就是在这个做黄金时代那些最顶级的这个游戏制作人，那就是慢慢的。有很多就掉队了，就没有办法在刚才我说在那个两千年之后这个节点继续在这个纯三 D 纯现代的游戏里继续做，因为可能这个技术的更迭啊其实是很残酷的，是没错，对吧？所以就是像所以回过来说塞尔达包括马里奥任天堂很了不起，就是他在这个时代的更迭当中一直让这个系列成是这个游戏设计的标杆，我觉得这个是起手啊。对，所以塞尔达啊，包括这个是非常伟大的游戏系列，毕竟三十多年了。对对对，当然除此之外，就是任天堂那个星际火狐、银河战士啊，三 D 时候的马里奥啊，包括小岛的 MGS， 我觉得，然后这个SE 的这个最终幻想系列，嗯。包括这个铃木玉的 VR 战士和沙漠，我觉得都有类似的这个意义，但我就不一一说了，不一一举例了。咱们后来说生化危机这个事儿的啊，终于开始了。对，就是超出我创造类型，就创一个游戏的创造类型就很牛逼了。是，对。但我觉得这个生化危机超过这个意义啊，所以我要铺前面那些。但是说实话实说，我觉得生化危机确实赶不上塞尔达或者是沙漠马里奥那个程度，但是它有它的意义啊，咱们就说。这个铺垫这么说呢，说到生化危机了，哎，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咱们要从这个 PlayStation 这个品牌，哎，开始说起，哎，开始了，就铺垫了，对，一起把蛋糕做大。中国有句古话，对，因为生化危机其实这个IP 的诞生和 PlayStation 这个品牌肯定是非常大的关系的，哎，对，这个当年索尼任天堂这个恩怨啊，有很多传言啊，谣传啊，之前多哥有个文章，就是专门这个辟过一次谣，就是说白扯这事儿 ，PlayStation 怎么来的？对，而且这个谣言并不是在中国才有的，日本也在有，就是说，就是包括这个，就是任天堂那边的单方面撕毁合约啊，然后索尼怎么这些，这里面很多坊间误传的东西啊。不过咱们今天主要不是说这个，大家可以翻翻去看看多哥那些文章。是，但是无论如何啊，就是
索尼的 PlayStation 作为是作为一个新的挑战者，在一个很弱势的地位去挑战任天堂，这个事实是肯定不容争辩的啊。没错，对，而且在当时的日本呢，就是 CD-ROM 这个媒介和这个 3D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形式，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未来还在讨论之中。对，现在我们知道那都是先进的东西啊，但现在我们当时还在争论之中。对，所以这个 PS 发售的初期呢，很多第三方在出于一种很观望的态度。嗯，因为当时任天堂正是全盛时期啊 ，SFC 最末期的时候正是最鼎盛时期，所有的第三方全都是他的小弟啊，感觉方向还是改良磁碟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任天堂有很多的这个决策性错误嘛，是这个也不是咱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个索尼当时啊，唯一拉到的一个就是这个第三方的大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拥有非常顶尖技术的南梦宫。嗯。南梦宫在这个 PS 首发的时候就给了山地赛车嘛，哎，包括后来的铁拳，铁拳啊，就是强力的支持这个 PS 这个平台，因为其实任天堂那边一直对第三方的这个态度比较强硬，很多第三方就是心有怨气，但是又怕这个索尼成功不了，还是这么一个状态，并不是不想参与啊，是那样一种状态。想想现在的 IP Game Store 啊，是早就想反了是吧？对啊，需要一个人带头，嗯。但是呢，这个山地赛车和铁拳啊，它其实都是一阶级移植过来的作品。嗯，对，它能在主机上实现的话呢，确实很牛逼。但这两个游戏当年在销量上都不是特别，还是那种三 D 带头大哥给你特别样那种。当然，这和前期这个 PS 的主机这个装机量有关系啊。嗯，对。然后呢，另一方面呢，这个 PlayStation 这个在品牌塑造上其实和任天堂很不一样。嗯，它定位在一个就是年龄层更高，包括它的广告设计能看出来，嗯，它定位在一个年龄层更高一点的这个青年市场这一块。对。而这个当时除了刚才说了嘛，除了南梦宫的支持以外呢，很多第三方就是都是试探性的给你出点什么，非常非常二线都算不上，可能三四线或者纯原创的一些小项目给你。嗯，让在前一年多吧，这个 PlayStation 这个所谓的主打新的年龄层这个市场这个角色成为了一个就只是噱头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具有说服力的代表性作品。嗯，而且这个迫于压力啊，他们这个推出了很多就是其实是有点自己打脸的游戏啊，就是为了吸引他们，就是有点就是重做回低龄游戏，按耐不住，对，想要吸引一些当时 SFC 的用户，还是想挣点钱，倒并不一定说多低龄，但是想吸引一些那些传统类型游戏的这个用户回来，包括他们在史克威尔的帮助下做的这个妖精战士，嗯，我觉得就是补充他们在游戏这个阵容上，就是很缺失这种，就是当时在 SFC 上就是日本 RPG 的黄金时代嘛，啊，没错，而索尼在初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第三方去支持他这一块，嗯，所以他就来私下的找史克威尔给他做了一个原创的那种，就是可以打打，就是那种日式 RPG 类的游戏。但是其实，而且包括里边还有战旗，就这个游戏要打的面很广哈。对，但是这个游戏不能说不成功，卖的还可以，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达到他们的预期。是，而且，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有意思点，就是《妖精战士》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个游戏啊，这个史克威尔和任天堂结了仇啊，是。那从某种意义上，这个游戏也算功不可没了啊！这个直接导致后来是那个《最终幻想》那个事儿。所以你看，现在那个 PS Classic 里边，对对对对，啊，这功臣啊，这个是，因为啊，可以去简单说一下，就因为这个事儿之后呢，那个任天堂很生气，就是他把一些在任天堂有一些关系的这个技术和开发商的东西呢，就是给了索尼啊。然后任天堂好像是故意使了个坏，让史克威尔在某一款游戏上赔了很多钱，就不细说了。好像是卡了什么那个实体什么销售，像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任天堂很坏，使了个坏啊，就是惩罚了他一下所谓的对。然后就后来两方的交恶嘛，后来有那个事儿。然后之后的事儿我们知道，就是索尼开始像所有的第三方非常低价的提供开发机，嗯，然后自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就到处辅，就是帮助第三方去开发游戏啊，让他们这个开发环境变得特别好。然后同时呢，这个就是街机市场上世嘉，嗯，的 VR 战士和南梦宫呢，很多这个游戏，对，就是已经在这个渐渐的证明了三 D 游戏是个未来光明的未来这个事情啊，所以第三方开始渐渐的加入到这个索尼这边阵营里啊，然后。包括那个任天堂那边依然对这个 CD-ROM 这个新媒介啊持非常保守的这个态度啊，对第三方态度也不好啊，嗯，反正此消彼长吧，大家都知道，嗯。然后渐渐的第三方就都跑到这边来，然后直到1996年的二月一个大事儿，就是所谓的《最终幻想》意志，对吧？啊，对，《最终幻想七》宣布说我不在 SF 上出了，我要在 PlayStation 上出，没错，这个形式就完全不同了嘛。对。但其实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整个这一段时间的这些事件，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叫画饼，对，是啊，就都是这个势啊，确实是产生了变动，但还是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啊。对，就 PlayStation 依然一个需要证明自己的游戏，就是你说的这么好听，3D CD-ROM， 你证明给我看这东西是好的，在哪儿呢？对吧？嗯，没有这样的游戏，就需要一款证明这些东西的爆款游戏。对，对，然后就是这个爆款，首先你要体现在这个销量上。
我查了一下，在 PlayStation 发售的这个第三个年头，在1996年3月之前，因为这三月是《生化危机》出的那一月，在这之前，索尼大概出了210多款游戏，嗯，别说100万了，我查了一下，但是96年那个时间点上，卖过50万的都没有，在日本，就没有什么爆款游戏，但是后来累计销量呢，好像是有啊，但这个我们确实没有查到，在96年那个时间点上各游戏的销量，卖爆了那种，对，有高手能有这样的资料的话，可以指教一下啊，不过我这资料显示就确实没有超过50万的游戏，2019年的今天，我们知道就是那个 PlayStation 上第一款百万级别的就是《生化危机》嘛。哎，对，当然这个当时《生化危机》在卡普空这个公司内部也是一个就是预期不是很高的这个所谓试水项目。没错，试验水。当时预期是20万、30万，对，这样卖到这样就可以清工了啊！没想到卖这么多嘛，而且还有这个游戏设计上有很多这个歪打正着的地方。再一个就是游戏的销量呢，也和这个主机的装机量，它在那段时间有提升啊。是的，包括这个 PlayStation 在当年有这个降价策略啊，我觉得这些都有关系。但是这个。有这些客观因素呢，也不能否认，就是《生化危机》的成功意义，就是远远超过一个游戏的成功这个意义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刚才我说这个对 PlayStation 品牌这个事儿，这个《生化危机》是一款什么游戏呢？就是，为主机量身定做，就它一度宣称无法移植土星。啊，但是虽然还是做了啊，是它一度宣称就是这个 3D 技术土星弄不了啊，我们这个就只有 PlayStation 可以玩。然后我运用了突破性的 3D 技术，就是它有了那个2D 的这个静态 CG 图，配上这个人物的这个 3D 的人物，这样一种很有创新的这样 3D 技术吧。然后呢，还充分体现了 CD-ROM 的大容量优势，就是它那个背景那个精美的那个静态图，对，它虽然不用运算，但是它充分体现了 CD-ROM 它装得下这样精美的图，哎，对，啊。这是一个它的优势，以及这个游戏是一个 ESRB 在评级是 M 级，就是17+以上的游戏。嗯，对，就是它冲这个对 PlayStation 来说，这游戏就是天降神作，是在各方面证明了就是我的决策，就是 CD-ROM、3D 以及成人市场，这都是正确的，证明了这样的这个游戏和游戏主机是可以有市场，而且有很好的市场的。嗯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对 PlayStation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证明了自己的定位。对，是我这个决策，就是成人啊，就是它品牌定位嘛，就是成人的、全新的、代表未来的这个定位，不是口号，就是是有市场的，是可以成功的。而且我记得，就是《生化危机一》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当时在出的时候，而这个游戏为什么火起来，是全是靠自来水。咱们现在所谓自来水，对，就是有玩家觉得好，我安利你，然后安利，他也没什么预算去做那种就是特别大规模的这个宣发对什么的，对，电视广告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也不是特别多，对对，你看那时候都逼着真人上了，也没什么 CG 技术，对，但是这个真人这东西能上也是一个证明 PlayStation 特别的地方，就是大容量嘛 ，CD-ROM 这些东西啊，对。再一个呢，就对玩家，我觉得这个玩家对游戏的认知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影响，就是静态 CG 加演算的 3D 人物这个事呢，就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呢？我觉得就是对于玩家对 3D 技术的认知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触动。我觉得，因为虽然这是一个就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啊，但是咱们从结果看，就是玩家其实不太关注你的技术是怎么诞生的，他更关注的是游戏本来直接给我的感受嘛。对，然后这个有点投机取巧的办法啊，就是这个效果有多好，我可以让我觉得建议大家去玩一玩那个现在这个现时代主机版本的这个重置版一代，你去玩玩那个重置版的生化一，你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就是这个游戏是两个世代之前的游戏，大概15年以上吧，对，你觉得画面并不落伍，对，就是可以接受的，不是那么违和，啊，是，对，最明显就是你和同时代的全 3D 演算游戏去比。那个差别会非常明显，对对，这个所以说这个歪打正着的技术呢，就是在给当时玩家很多的冲击，因为当时那个时代的玩家是脑海里的好游戏还是什么呢？就是 SFC 时代那些游戏，对，就是《时空之轮》这游戏，就在当时就是说在视觉表现上就是华丽的代表了啊，对对，还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归纳式的、比较抽象式的这个视觉表达在游戏领域里，突然来一《生化一》。大家不会觉得说，大家不会觉得好，我觉得我操，这神马呀！这是是这样一种很颠覆式的这个视觉体验。是我觉得这种感受应该是在就后来通过 PC 接触《生化二》的这个中国玩家，我觉得是应该有体会的。是对，就同时代的这个就是在 PC 上的这个 3D 游戏也是，其实那个时代它都已经比《生化二》要更后面的游戏了，但是因为它是技术上现有全 3D 的游戏吧，对，它就是和。这视觉上它就是有局限性，哎，人家人这种这个很凑合的技术方式，反而就是让你觉得我怎么这么真啊？怎么对对对，就是非常真是对非常奇怪的一个视觉体验，对、对。然后呢，就是所以它的意义呢，我觉得就是在玩家这个认知这个层面也是有，我觉得是和 VR 战士和铁拳一起，就是算是真正让玩家接受和认知到这个 3D 游戏啊是很牛逼的这么一个对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没错，对。再往后就是。
再往下，除此之外，就是一个 M 级的游戏能有这样的销量和成功，很了不得啊！就等于是为，也就是跟前两个游戏一样。如果说这个马里奥和塞尔达是为这个游戏开发打开了一扇门，嗯，那我觉得生化危机起码是开了一扇窗啊，是小小的窗，就是大家认识，我操，做这种这个很恶心的、嗯、很吓人的、很成人的东西啊！之前觉得受众很窄的那种，对对，尤其恐怖类型，之前也就是钟楼了吧，能想到的，而且钟楼一直是一个非常小，钟楼能卖到20万。对，二三十万销量没有那么高、啊、对，二三十万那个样子，对啊，这个恐怖游戏这个类型，大家一直认为，包括在电影里也是，这个恐怖片就是 B 级片或者是小众嘛，没错。没想到一个就是恐怖游戏，恐怖类型的游戏能够卖这么多，成为主流啊，这游戏能卖这么多。然后包括后来的就是开始做，卡普空自己家做《恐龙危机》嘛，嗯，包括这个《生化危机》这个系列的开发就开始往出这个像长瘤一样长出各种的长鬼武者出来，长鬼气出来，就都是这个《生化危机》长出来的嘛。包括这个那科达米那边的那个寂静岭啊、灵啊，没错，史克威尔的《寂静前夜》连 RPG 都非要搞一搞恐怖题材，对，没错。对，就是这些项目啊，可能如果没有《生化危机》，他们可能就是规模上可能不是这样。或者是说游戏的形态上是用别的样，我觉得尤其《寂静前夜》可能如果没有上，它很多地方是强贴《生化危机》，就是为了蹭这个热点把那个游戏，但游戏很好，我非常喜欢《寂静前夜》一代，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它因为当时《生化危机》这个影响力，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类型，它把它的游戏很多玩法形式上往那边形式上啊强行的往那边靠了一靠，对。你就《寂静前夜》一开始在那个舞台后面看老鼠变异那块啊，对，确实有《生化危机》的味道，是的啊。甚至我觉得很多游戏可能项目都不会上马，就是对，这个很重要。对，就是面向 M 级或者 M 往上的这种思路就很重要。哎，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而且有在这个 PlayStation 初代到 PS2 的那个有段时期，这恐怖游戏成风，对对对，是是是，就是甭管什么阿猫阿狗，我都要做这个，对，还都能卖，对，反正奇奇怪怪的这个各种游戏都出来了，灵啊、九怨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开一扇窗嘛，就是大家都认识到这个 M 级游戏啊，是我们是可以做的，可以搞，可以搞的，对啊。然后呢，就是随着《生化2》的进一步的这个二代进一步的这个口碑和销量都爆炸嘛。我觉得这个在恐怖生存这个题材上，就是和当年的 DQ 有类似的影响。就是生化危机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就是他把这个就是这些就是那几代的游戏吧，把这个因为雅达利冲击之后呢，任天堂进入到主机市场呢，他开始就是为了躲雅达利那个事儿呢，他把他自己定位成一个玩具嘛。对，尤其在北美市场特别明显。然后通过就是 DQ 啊，然后这些游戏啊，包括最后到生化危机，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个游戏，给人感觉成熟起来。对，一点一点把这个。由电子主机这个东西的这个民众中的这个印象又转回了娱乐的娱乐系统，严肃娱乐，适合于就是像今天我们知道电子游戏机是一个适合于全年龄的，是的啊，全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娱乐产品啊，就是一代一代的游戏其实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都有这样的意义吧啊。就是刚才就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都是往回说嘛，这些事儿，对，确实啊，就是这个时代这个事儿，就是说不是说非得有张三和李四他才往前有，时代这个事儿谁也挡不住，就是可能没有生化危机也没有 DQ 他可以会有别的游戏，这个是一定的，这是我承认的。但是呢，我反过来看呢，就是最起码这些游戏有那种这个时代节点的那个标志的意义吧，没错，对，就是这个游戏代表着，哎，大家认识到有一个新的认知了，哎，这个游戏代表着大家有新的认知了， 对， 对，所以这个别的我吹有可能有点心虚啊，但我觉得生化危机这个系列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有这个担得起的吧，是的，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吹这部分啊，大概就是这样了。吹完之后呢，我觉得最后一点啊，我讲一讲这个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事儿啊，聊一聊，就是我觉得跟《生化危机》这个游戏的诞生，这个就是它的源头有关系的一些这个前辈吧，或者是说它前身的游戏啊。嗯，我觉得首先呢，既然丧尸题材，我觉得一定要提这个已故导演乔治·罗梅罗。哎，这个在他的丧尸三部曲，这个《活死人之夜》《活死人黎明》和这个《丧尸出笼》啊，是算是丧尸题材的鼻祖。嗯，对。三上真司啊，神谷英树啊，都曾经说过说我们这个受他影响，而包括这个游戏领域其他很多这个丧尸游戏的制作者啊，我能查到的，比如这个《The Last of Us》的哦，这个尼尔·扎克曼，嗯，明确的说过，包括这个《COD》的 T 组，嗯。啊，还做过一个，我记得是做过一个专门把他当 boss 坐在了自己的那个对对对，黑色行动一里啊。嗯、然后这个 H1Z1 的这个开发团队 Daybreak 啊，嗯、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形式吧，表达过对这位大师的敬意啊。嗯、所以我们说这个事呢，首先先得提老祖宗啊，乔治·罗梅罗，哎，嗯。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提的游戏呢，就是这《鬼屋魔影》。对，对，这个西蒙这个非常没有道理喜欢的游戏啊，对。这个我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又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这个恐怖生存，在这个恐怖生存这个类型上，鬼屋魔影和这个生化危机就好比是空手道和街霸啊，就在格斗游戏类的街霸，就是鬼屋魔影算是这个类型确实是开创者，嗯，但是这个生化危机是让这个类型成为一个这个游戏怎么说
广义的这个游戏类型的一个游戏，成熟游戏设计，对，就跟街霸和空巢一样啊。街霸虽然不是第一个格斗游戏，但是现在格斗游戏是他打的样，对吧？对，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这个《生化危机》的这个主创其实也在一些场合表示过，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主观去参考《鬼屋魅影》，但确实这个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它产生那个氛围，对，而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个静态三 D 图加动态人物这个事儿是学的《鬼屋魅影》，这个是固定视角。所以这个事儿如果你不承认，就非常不要脸，他也不得不承认啊。当然了，因为当时我没记错的话，《鬼屋魅影》那个时代应该还是用软盘的，《鬼屋魅影》的前一至少前一代和两代，我没记错的话是，所以它受容量的限制，它的那个静态的三那个三 D 所谓的三 D 图非常简陋，对对，所以就没有达到后来《生化危机》那个视觉效果。对，对，这个也是 CD ROM 啊，对，证明了这个光盘那个媒介啊的这个优势嘛啊。嗯，《鬼屋魅影》呢，我想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它最早那个三部曲啊，是94年、96年，很有意思的一个系列游戏。然后它的主角呢都是一个人，叫做爱德华卡叫科比啊，卡尔比啊，嗯、对。然后他的故事总结起来就是这个每一代都是去美国的一个地方解决一个超自然的案件，嗯啊，就这么一个主题。然后呢，一代呢是一个非常克苏鲁的一个游戏，就他身上的克苏鲁印记非常明显啊。首先就是他的主角这个那个姓氏科比，就是来自《巫师的回忆》里的那个 John Kirby 啊，是那个人，对，从这个姓氏来的。然后在这个游戏里，你可以明确的找到。死灵之书和蠕虫的秘密啊，就是那个书名就叫这个。对，包括这个游戏里后期还会出现那个形，就是形象，一看就知道是非常看起来像是深潜者和钻地魔虫的这样的敌人。嗯，然后故事呢也是从一个艺术家的离奇自杀开始啊。我靠啊，对，克苏鲁这么正呢？对，非常克苏鲁。然后里面有好多敌人是你也无法击败的。然后那个故事最后呢也是不清不楚啊，整个游戏就是非常克苏鲁的一个感觉。等到了二代但是这个挺有名的二代，这个副标题《美国加州地狱的厨房》啊，对，非常著名的一个二代，这个画风突变啊，对，就完全就不是那个气氛了，变成了这个一个拥有不死身体的海盗和来自非洲的这个巫蛊术一个魔女的一个故事，嗯，然后游戏就是变得更花哨更闹腾，变成了一个就是这个妖魔鬼怪大乱斗，然后游戏里还有一些这个空间什么穿梭的这样的桥段，地方打那种。对，总体来就跟一代完全是两个画风，有点像那个就是万圣节主题公园的感觉，就并不那么可怕，说实话啊。嗯。然后三代呢变成了一个这个美国西部题材，嗯，就是这个都是在美国嘛。然后这主角这个侦探，他是个私人侦探，又跑到西部去破案，然后涉及一些这个当地这个原住民的这个精灵信仰的一些这个巫那个法术巫蛊术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牛会使法术的这个法外之徒，会使法术的牛仔啊，嗯，什么印第安人丧尸啊，啊，你听着就可恐怖不了，啊，这玩意儿是，对，是这么一个就是东西啊。所以这我觉得有些年纪的 PC 玩家应该对这个系列还是很有记忆的，它不是一个就是真的被埋没，它在当年很有名。对，对，咱们中国这边的这个游戏杂志也没少报道，当时我记得电软啊什么的，嗯，都提过，经常会看到这个系列的这个文章。嗯，我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系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这个无论在玩法上还是在题材上，就是没有取舍，就是想到什么都做进去，嗯，啊，就什么东西都一股脑塞进去，就是设计上系统上也不是很讲究。嗯，就是有个比喻，就是我觉得那个这个游戏就是90年代低配生化六啊，嗯，就是喜欢什么全都弄进去啊，就是非常乱，啊，这种感觉。所以反正，但是我个人对这个系列就是基本都是云来的，因为那时候我确实不是一个 PC 玩家，没玩过啊。而且这个时代局限性摆在那儿，也不能现在反过来去批判那游戏，在鞭尸人游戏，我觉得特别没有意思。反正中肯的说啊，就倒回到94、95年的话，我觉得《鬼屋魔影》依然是非常前卫、非常独特、非常值得一玩的作品。就是你无论怎么说，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玩家，心里一定对这游戏有印象的啊。嗯，我觉得《鬼屋魔影》是值得被写进这个游戏历史当中的啊，非常特别的游戏啊，非常有价值的游戏。嗯，哎，然后这个游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后续还出过很多作品。嗯，那个主角爱德华呢，就是。都是这个爱德华，这个爱德华科比主角，但是呢，有就是还不是一个人，对，有的是平行世界的什么的。然后西蒙特别喜欢的那个所谓第五座，哎，五，就它是一个算是重启的一个游戏吧，嗯，确实和老三部是一个人。哦，啊，他的时间设定呢？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在三代之后就失踪了，其实他是因为一些这个神秘的原因陷入了昏睡，然后在2008年呢以失忆的这样状态又醒过来了，就是他喜欢那部的那个剧情，对，是能接上啊。但那个其实有很多特点，对，一些道具的道具系统，啊，对，非常有他的非常的动作系统非常的怪，对啊。总之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确实是算是生化危机起源有关系的一个游戏啊，没错，得提到。最后呢就提到一个人，就是这个藤原德郎，他有一个 FC 游戏叫 Sweet Home 啊，这个可能这个甜蜜的家应该知道啊，是
这个三上在制作生化初代的时候啊，就是他参考的就是大哥的这个游戏，这是他大哥。为什么大哥呢？就是这其实不是秘密了，很多咱们中国这边有媒体也写过。就事实上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呢，就是卡普空决定说啊，那个索尼那边咱得给个面子啊，做一个游戏，但是这洛克人不行，不舍得，不行啊，这个都很危险啊，咱们是做一个试水。你看人家边不说三 D 好吗？咱们给他做一个三 D 的啊，这个比如这个成人向的恐怖类的游戏啊，做一下，这个比较适合他们那个产品定位嘛。对啊，然后三上说，大哥，这恐怖游戏不会做呀。其实这个藤原德郎也他是他的游戏都是什么，就是都是街机游戏啊，他也不太会做这个游戏。嗯，藤原德郎就说，那你看。这个你大哥我当年有一个游戏叫 Sweet Home 啊，你瞅瞅，你就照那做吧啊。对，然后这个三上确实还知道这个游戏，因为这个 Sweet Home 是什么游戏呢？就是它是当年一个 FC 上的一个只在日本发售的一个游戏，对，藤原德郎做的，是改编自一个电影哦啊，讲的是呢，就是一个摄制组去一个已经故去的画家的故居里。然后呢，就那个电影就找一些画、艺术品什么的，结果那宅子闹鬼，啊，是当年那个画家的老婆呢，这个是因为死了孩子，所以就发疯，啊，到处杀别人孩子，然后最后呢，自己杀完好多孩子之后自杀了，然后那个就在那古堡里闹鬼，就这么回事儿。嗯，然后你要控制大概是五个人吧，四个人啊，对，这个摄制组的人啊，进到那个闹鬼的宅子里，然后再跑出来，对，然后就有点像那个生化七，生化七最后是没跑出来，就是试玩那个，对，我不知道那个生化七那个馅儿大鳄鱼那个摄制组是不是有当年有致敬 Sweet Home 这个想法在这儿，不过我个人怀疑有一点。嗯，对，然后从很多细节都能看出来这个游戏的就是和它和生化危机的继承关系。嗯，有几点，比如说这个开门动画，对，开门动画不是生化危机创造的，哦，是 Sweet Home 创造的，哦，因为它是 FC 游戏，就是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开门的那个动画，哦，这个是从那儿继承过来的，哦，然后通过笔记讲故事这个事儿也是 Sweet Home 开始用的，就是有那个，因为 FC 这个叙事能力，这个叙事方式有限嘛，对，啊，所以它都是通过一些在游戏里找一些文本，然后把这个故事拼清，你会知道啊，原来有那个女鬼是怎么回事，杀孩子什么这事，哦，然后多结局根据你跑出来的人不同啊，这个结局不一样。嗯，啊，这个也是从那儿学来的啊。所以就是后来有人说《生化危机》这个一代是一个3D 版的这个《Sweet Home》呢，嗯，那我觉得这全都扯他妈蛋啊，这是过分夸张的说法。但是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说明两部作品的关系。嗯，这个三上真司在接受采访时有说过，说他最尊敬的这个前辈游戏制作人就是藤原德郎。嗯，他明确说过，就是我就今天完全是大哥提携我，嗯哦，对，这就是传承和发展。是的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后来《生化危机》这个就是这么火之后，没有人提过这个人呢？因为在《生化危机》一代发售之前他就离职了。哦，所以在游戏里没有任何属他的名，但我觉得如果他不离职的话呢，可能会挂一些这个就是策划啊什么，就是这类的，因为他确实对这个游戏有影响，这个项目是从他这起的，是到了三上的手里啊，所以就说是三 D 版的 Sweet Home， 我觉得这过了，但是这个说 Sweet Home 是生化危机的前身或者是原型，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没错，对，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几个，一个一步一步的到这儿啊，生化危机的诞生，然后。对，反正就狂吹嘛，这个节目，是啊，吹完了啊，哎，结束了，大概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嗯，因为也是怎么说呢，游戏发售之前实在是没得可说了，没错，把我逼的啊，嗯，对，但是也给你憋的不易啊，对，心里只想着玩游戏，所以就是咱们玩完之后呢，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的，是，我觉得，因为其实在这个发售之前，大家也能看到，不管是这个设定上，可能还有这个 gameplay 上。官方应该是也留了一些比较新意的东西，但是我估计这个也得大家自己上手之后玩了才能知道，没错，啊，有哪儿发生了变化，然后有哪儿可能有一些特别好的传承，这种，嗯，对，嗯，对，这次这个《生化危机二》这个 One Shot Demo 嘛，就是人家感觉是那个地方，但又不是那个地方，每个地方你都看得特别熟悉，哎，这个很微妙，对，对，每个，但每个地方你实际看下来，确实跟以前的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嗯，生化这个其实所谓恐怖这一点啊，它和你刚才说那些资源的这个匮乏呀，嗯，我觉得都是就是营造恐怖上都是挂钩的。而且我特别喜欢的这个生化在场景设计上的，还不是关卡设计，场景设计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会发现生化机的所有的场景，特别是那些有气氛的场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被使用过程中突然中断。那样的一个感觉，对，就是那书看到一半，然后那床好像就是那人睡醒，嗯，就是刚走那床都是乱的，然后就是全部保持在一个生活中的那样一个突然被打断，突然中断，什么都就是那个活的那东西没了的那个状态，没错，就是，非常引发你的联想啊，非常引发。我觉得这个是它场景设计上有自己独创的地方嘛，对，让你感到很多很不安的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新的重置生化二呢，我玩了一部分，我觉得挺好的啊，在这部分上都有继承啊，嗯，对，所以。反正我是期待疯了啊，咱们就是等着玩了呗，等着期待。因为我觉得龙马之前说那个游戏的那个几个时代，就是很好的解释了，就是包括我为什么玩不明白老生化啊，哦，对，它就是不是现代游戏，对，就是你想，就是龙马说那个近代的时候那个游戏，我在 PC 上玩什么，就是什么神秘岛，啊，就是特 PC 的，啊，点击式的，哦，CRPG 那些东西，啊，然后你想这个其实生化。
就是比如说我玩生化的这个重置或者玩生化四的时候，它内核里不是就是刚才说箱庭式设计，就是特别就是主机玩家非常熟悉的设计语言，但是其实比如说如果 PC 玩家是不熟悉那个模式的，就是不了解这种循环感，或者说不了解这种我说拿了这个开启这个，因为你想其实你要说吧，它跟那个神秘岛之类的点击设计就是其实差不多，就是我要在这里解开这个谜题，然后它是相互连接的。但是呢，因为我接触三 D 动作游戏的时候，就是接触这种三 D 的啊，控制个人的时候，已经是那种现代，就是所以说我能理解五，我理解生化五，对吧？是吧？就人过来拦人，我就撂倒，就怼嘛。然后我学习的是如何高效的把他们都撂倒。对对对啊，如何高效的是，比如说这场景来了，有一个什么坎儿。我学习它就完，但是现在所谓 adventure game 对对 对, 对，但是其实就是我没有概念说啊，我要是去这儿把这儿解开，就是这个理解过程让我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压力，所以当时比如说那个恶灵附身出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很费解，这怎么是这个样子？哎，包括它那种非常归纳的潜行模式，你想那个潜行，就是比如说我认知的潜行游戏，特别那个就是所见即所得呀，对对，特别我露了头，他就会看见我，对对对，然后他看着我了，我就如何如何，但是然后就是你看那个，比如说生化或者说这恶灵附身，就不是这模式，它不是它有它有它的规则，就是在某些掩体后就可以，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你觉得看不见，他就是能看见你，对，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就是设计理念。是的，是的，是老的经典的设计理念和新的表现形式的，然后导致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新玩家认知上的那个压力。是的，对，所以我也一直在说，就是我真的不太建议，就是大家看了很多资料啊，就去特别找特别老的游戏，尤其是刚才我说两千年之前的游戏，没错，可能真的你没有办法体验当时大家那个年代玩家的那个快乐了。对，因为整个环境和大家的认知全都变了，你的认知很可能是基于之前那个迭代之后的产物，对，所以你往回找特别奇怪，找不回去。然后再包括其实本身生化这个游戏的节奏，还有就是大家从这个就是感官认知上来说，就是如果你把它脱离出游戏，你会觉得游戏特别怪，就是为什么我慢慢悠悠的跑，然后 boss 也慢慢悠悠的追，但我会特别紧张。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这样，我推个门我就冲出去了。对，但是在生化里边，你就觉得可能这个氛围特别的合适。然后包括之前就是龙马也提过，就是在这游戏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自己资源的规划还有管理上。对，就是其实它是整体的一个包装，才让你觉得这个游戏在这个氛围之下，然后通过这种叙事让你觉得真的有压迫感，对，也真的恐怖。对，其实我可以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就是刚才龙马说的那个超级马里奥。哎，就是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这个 FC 的手柄？嗯，它的十字键在左边，而这个 AB 键就攻击键在右边。嗯，是为什么呢？这个是我在日本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讲过。哦，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马里奥是在左边的？对，但是敌人出现是在右边的。哦，都要对，都要合在一块儿。对，这样是正好就是说，如果敌人出现的时候，肯定会有攻击欲望，所以你肯定是要用右手去攻击。那这样的话，我就把 AB 设置在右边。对，他就是。而我马里奥在屏幕左边，那我主要是操控马里奥的上，就是来回走动。上下。那我就用左手操控。所以这个卷轴滚动方式特别直接。对，就如果对对，那个时候很符合，就是人们这个，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十字键，对，用然后那个 FC 他就用这个方法去定义了人们是这样操作的。对，但如果你不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以前那个 NES 美版那个 FC 的时候，它是一个摇杆，一个摇杆加一个键，其实你在那个。就是那个以前很经典那个美剧，那个叫什么《家什么成长的烦恼》里面能看到，他们是用那个摇杆，他们当时就没有这样的意识去玩去用，对。而 FC 这个十字键定义了这个，所以当时人们会接受。但你说现在让人们去了解这个东西，他们肯定大家说那个亚达利吧，是那个最早亚达利啊，对亚达利，说错了，更早点。所以大家现在认为从左到右很合理，就都这样。对，欧美有一阵子有街机台是那个杆在右边的，这个当时咱们 KGS 节目提过这个事儿，就是好像是街霸有一部分机台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摇杆在这边，然后对很多欧美玩家是习惯右手摇杆，然后左手按键。对，但它其实设计是又合理的。然后你就好比再说一现在，你说让现在人去了解《生化危机》那种设计、那种风格、那种很慢慢悠悠的开坦克，对，就所以说就是可能不理解，这也很正常。而且这个有个突然想起来一个有略微有些跑题的一个点，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游戏，就是 Remedy 的，你记得吗？Control 他说他要做成 Metroidvania 似的啊，就仔细想想，就是说。其实这么一想，就是他，我有点很担心他对这个 Metroidvania 的这个理解，就是浮于表面的，可能看到的是什么循环式的关卡，然后什么拿到这个解锁这个，但其实本质上它应该是一个
一套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东西很简单，嗯、但其实它可以就是好精妙的麦索维尼亚设计和比较糙的，对这个玩家的感受还是非常明显的。是啊、嗯，为什么说塞尔达好？就是因为我操，你永远觉得我操，怎么还能这样？对，包括这个旷野之息里那几个就是迷宫的那个设计，对，我操，这他妈谁想的这你妈的？就是这种感觉，这是好的麦索维尼亚的设计。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观点倒是突然这个感让我启发了我这个。看待这个《生化危机一》当时玩重置版那个感觉是这样，你还是直接玩《生化二》的重置吧，我觉得。是吧？我觉得这个应该适合现在所有的玩家。对对，它的过程交互那个形式非常符合现在的想法。对，嗯。不过大家现在都在吹这个《生化二》多好玩多好玩，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只是单纯的爆言一下啊，只是单纯的觉得那个恐怖气氛做的很足。你是说老二代吗？就是现在新二代。新二代对。哪儿恐怖大哥了？我也不觉得恐怖啊，好多人都觉得吓怕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一开始也吓。你要真这么说，我对还原的销量很担心，那我吓尿了啊。其实我玩，比如说在那个他那个 One Shot Demo 里面有那个就是通往那个 Star 办公室，嗯，在那个浴室里面有、嗯、就是有那个蒸汽喷出来啊、嗯，然后你那时候过不去啊、嗯，但是我看到那个浴室我就觉得。挺恐怖，因为本身很狭小，啊嗯、然后周围也是那种滴答的水声，这种效果音特别足。嗯，我觉得确实是很恐怖。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恐怖感剥离出来，嗯、就让他们就单独去体验这个《生化危机》的话，我觉得我真觉得当年《生化危机》一二能让大家觉得恐怖，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玩家的对游戏的意志还停留在 SFC， 就是最终幻想六啊。嗯嗯时空之轮啊、嗯，那就最牛逼的画面了。突然间来一个生化危机，嗯、就是那种非常真实、从来没体验过的代入感所导致的恐怖。嗯，对，我就是这样。你现在这个年代，我觉得生化危机那一套东西真的不恐怖。对，生化危机核心是焦虑哈、啊。嗯，对，焦虑，焦虑是没错，贼鸡巴烦，贼鸡巴烦那种感觉。对，然后你对通过你自己的规划和设计对，然后战胜这种烦，然后让你把那个整个这个游戏的这个警察局啊、嗯，或者是哪整个地图跑得跟你自己家一样玩转了、嗯。对，那种感觉是非常这很厉害，难以形容的一个爽快感。对对对对。其实，比如说这个 Steam 开始的新生代玩家对恐怖游戏的概念，真的就是没见过能反复玩的恐怖游戏，就是能玩起来的恐怖游戏特别少。对，总之希望是二代最后能超出我们的预期，做得更好吧。对，就是真的，我觉得就是一种不敢指望超出了 啊。我觉得能符合大家预期、哎，大家预期就很、啊、很高了。我觉得反正就是看着是真喜欢，从刚公开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些 demo 来看，嗯、是一个游戏没二代，咱也别硬吹了。那是很值得期待吧？就是啊，反正这是一期这个历史上人家前无古人的这样厚颜无耻、啊、厚颜无耻的节目啊、哎！大家觉得也不知道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是、啊、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交流一下、啊。哎，嗯，好，等会你们骂我啊！哎，好啊，就怼啊，又来一遍，又来一遍，见不见啊？对不起，行吧，啊，嗯，感谢各位收听这期节目，哎，咱们游戏玩完之后再见，得嘞，哎，拜拜拜拜拜，嗯。